耶！终于毕业喽，耶呼！终于从魔法学院毕业了。哦，对了，忘记自我介绍了，我叫欧拉，是一个刚刚毕业的新手魔法师。已经学会的法术呢，有拐人之术，不是，火球术，对，还蛮初阶的火球术。然后还有，对，变形术，然后还有，好像就是这样子了。学的不多，但是。好像之前好像收到了一封信，然后用一个类似心电感应的法术，对，是我们的校长呢。有一天呢，就这样通知我。欧拉，校长有事找你，有空就回来一趟吧。其实也不知道是什么事情，那我就只好赶回去喽。好，走吧。那因为呢，我的火球术实在是不是很强，所以呢。有时候遇到怪物的时候呢，还是必须要稍微，对，稍微逃跑一下，因为可能会有生命危险，所以没办法，也只好这样了，对不对？趁现在白天赶快回去，要不然一到晚上就麻烦了。好，再讲完而已，马上就到晚上了。好多怪，好多怪，没关系，这时候可以来试验一下我的火球术，对吧？好，来吧，火球术。哎呀，好像失败了。好，怎么样？行，我们来找怪物。这一次好，就是这一只火球术。哦，中了，中了，中了！但是好像还没死。对，我的火球术就这么弱。火球术啊，打偏。火球术啊！终于把他打死了对，如你所见呢，我的火球的技术非常不好，所以呢需要勤加练习。有时候这东西真的是要靠天分，我是觉得要靠天分啦。哦，这里好像有一户人家进去看一下好了，走。Hello，有人在吗？有人在吗？有人在？诶，有人呢。嗨，你好。你好啊，年轻人，找我有什么事吗？是这样的，因为我看你好像在这里，然后顺便来拜访一下。对。哦，你也是魔法学院的学生吗？哎，对，我是魔法学院的学生，刚毕业没多久而已，所以对，还有点弱啦。那我可以教你一些比较更强的法术哦，你愿意学习吗？可以吗？那我的火球术，我是觉得我可以精进一下我的火球术，因为我觉得我火球术有点烂欸，可以教我吗？当然没问题，火球术是我最拿手的。孩子，那你就跟我学习吧。年轻人啊，我已经把我最强的火球术教给你了，接下来就看你自己了。最后再表演一次给我看吧，我让我看看你的学的成果怎么样。老师，看我的，出去一下好了，免得把老师家用坏。好，那我就这一片山试试看喽。OK，好，那我来喽。火球术有没有？老师，我的威力明显变得很强了，对不对？是啊，你终于学成了。好了，我能教你也就这么多了，你可以离开这里了，继续你的旅行吧，年轻人。好，谢谢老师。啊，对了，告诉你，我有养一只魔法的兔子，你可以把它变成一只移动速度飞快的库鲁马，可以帮助你节省掉不少时间哦。真的吗？老师，你要送我库鲁马吗？不是，它是一只兔子。老师不是说送我一只马了？我的意思说，你可以把它变成一只库鲁马。好，我知道了。那在哪里？在屋子的隔壁那里就可以看得到了。好的，谢谢老师。咕噜吗？咕噜咕。哦，还有名字啊，叫欧拉。跟我名字怎么那么像？就是你了。好，我要把你变成一只，那个马。哦，这要开始喽。哦，money money money，给我 money，我就跟你 happy 变。哦，变出来了，就是这只库鲁马。
但是，好像不能骑耶。这只马不能骑，那我去问一下老师好了。老师，我有问题。怎么了，欧拉？你叫我变那只骷髅马，好像不能骑耶。哦，这样啊，它还有个另外一个特殊的魔法才能让你骑。不过呢，那个魔法好像老师也忘记了，所以老师，你是不是在骗我？哎，没办法了，你还是只好自己一个人去旅行吧。加油了，年轻人。好吧，老师，那我就先走了。再见了，年轻人。一直年轻人的讲，我知道我是年轻人啊。好，走吧，我们回去学院了。哦，前面就是桥了。过了那个桥，我记得好像就是魔法学院了。终于要回去了，走吧。哇，看到魔法学院嘞！等等，这是什么声音？哇，一堆烈焰使者！哇，糟糕！我的闪！哇，看我的大火球之术！好像没有用。大火球之术这一把有用吗？没用。他们不怕火吗？36计，走为上策。没办法了，我已经没有办法了。看一下，我这就有一堆巫婆，还好桥被我打断了。哎呦，好恐怖！他们自己跳下去，所以应该不用我攻击，反正你们过不来，对吧？好吧，那就不理你们喽，补你们一发好了。大狐球之术，再一发大狐球之术，嘿嘿，清空了吧？不过桥好像被我炸的差不多了。这边有一个烈焰使者，赶快跑！这个要怎么上去？应该是啊，我知道了，这要等到晚上。等到晚上的时候才能上去啊，那我们就等到晚上吧。哦，水之阶梯出来了，终于啊，赶快上去吧。哎呀，哇，这个也太难上去了吧！这个阶梯，啊，快到了，总算到了！哎，总算到了，这就是魔法学院，带各位参观一下吧。这个地方是魔法学院，挑高的景观设计，让人家十分没有压迫感，对。然后呢，空间的利用是非常非常的没什么空间利用可言，因为就是下面这个区块而已，所以可以说是很浪费空间的一个魔法学院。不过毕竟是魔法学院嘛，所以浪费点空间应该也还无所谓吧。对，这种景观挑高的设计非常的是非常的华丽呢，富丽堂皇呢。好，那我们就神游之后我们就回到现实世界吧。好，都看过了，那我们现在就来看一下哦，三位老师都在啊。这边怎么有个储物箱？啊，有钱人的秘密，居然这三个老师竟然藏一本书在这里，也不告诉我，可恶！好，这当然是要学一下的啊。好，我们就来学一下什么叫做有钱人的秘密吧。嘿嘿，好了，我已经学到什么叫做有钱人的秘密了。我们现在就来实验一下吧。在这个地方，有钱人的秘密，当，这就是有钱人的秘密。真的，里面有一堆钻石。哇，那这样是可以三不五时来变一下，我就不愁吃穿了，对不对？好好，收刮起来，全部把它收刮起来。
太好了。哎，老师，老师，好久不见。哦，这不是欧拉吗？老师，你找我什么事？哎，是这样的，你有发现我们学院有什么异常吗？学院，没什么异常啊。哎，这你就有所不知了。我们的魔法能量中心点那个塔的位置，你还记得吧？已经消失了。哎，对哦，好像这里常看到一个光束，好像怎么不见？魔法能量不见了？为什么，老师？因为被邪恶的人偷走了。那现在没关系，我还藏有一个备份在一个深山里，坐标我都已经标记好了，你就去找寻它吧。记得要快去快回。哦，好，没问题，老师，我现在这就出发。哎，对，老师，你近视几度啊？快去快回。哦，好。这里一个门可以打开，好，应该就是这一区了，没有错。唯一的拉杆就在这个，怎么看都很诡异啊。哦，在这里，哇，居然里面都是黄金。不过我好像不缺黄金了，因为我已经有了有钱人的秘密了。嗯，好，赶快把它拿走吧。好，可以走了，我们回去吧。对齁，桥断掉了。没关系，让我用咒语来把它修好。终于修好了，呵呵，走吧。老师，老师，我把东西拿回来。诶，老师们怎么不见了？校长，老师，你们怎么？你们去哪里了？你们，哦，这里有一本书，看一下内容。你的校长和老师都在我的手里，想救他们就来异世界找我。啊！他居然没有分段，阅读起来超不流畅的。可恶！哦，反正我宝石也拿来了。先把这魔法学院给激活吧，我来找你们了，老师，不要怕。哦，到了，这就是通往异世界的门吗？我来救你们了。想救他们得先经过我的同意，不准说我长得像菊花。啊，老师，我来救你们了，原来在这里。啊！老师，我来救你们了。要救他们得先过我这关。我来救你们了。老师怎么不见了？老师不会是被我炸死的吧？由于这场意外，我只好接管这里了。虽然我很不愿意，另外呢，我会把宝箱里面的钻石捐给一些慈善机构，对，这是我唯一能做的了。虽然我很不愿意，但是没办法。好，那就这样咯，再见了。